刚才有个朋友问我马老师发生什么事了，我说怎么回事，给我发了一个几张截图，我一看哦，我大意了啊，没有闪，一个偷袭打过脸，我大意了啊，没有闪，丢人脸累了捂着脸，我大意了啊，大意了，大意了，大意了，没有闪，没有闪，没有闪，要在路边给自转架口轻一点。我说年轻人不讲武德，赢过大力士不讲武德，马老师自然是武当武德，打得他狂心不伤不折，我一看哦，大意了啊，大了，我说停停，这时间啊掉下，准备和我我里斗，我一个对话他叫到对话吗啊，停停，这时间别别你别怕他，我说年轻人你不懂八家功夫被他救，我现在不愿变法穿到了伦敦泰国和欧洲，是吗地方国技术又是吗 MMA 我的发这两座千金啊，你不知道马家来马家没有套路，谢马家自有套数，谢马家劝你豹子尾翅打掉你穿到我大意了啊，没有闪，一个偷袭打过脸，我大意了啊，没有闪，丢人脸累了捂着脸，我大意了啊，大意了，大意了，大意了，没有闪，没有闪，没有闪，要在路边给自转架口轻一点，哎呀喂，又在味儿。